今天呢，我教大家唱太平歌词。但是唱太平歌词呢，你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，这个东西叫做玉子，它分两节，这一片用左手拿着，然后用这一片板来撞击它，来，我打一下，它就出声音了。光会打没有用，我们还要唱，你们跟我学太平歌词韩信算卦。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臣贤万民安。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，他灭罢了楚国，把这社稷安。你们学会了吗？那大家跟我一起唱吧。抖音